个母亲节活动，我们提前二十多天，我们给他每个人量身定做了一身新衣服。然后今天呢，也是这七夕会里面其中很多老人的生日，我们给他们定制了这个大蛋糕，给他们过了一个很隆重的，在一块儿过了一个生日 party。